好，我是航技学院的领队，叫谢伟煌。然后我参加这个金丝燕校杯已经第五年了，就第一年没参加而已。那参加这几年来的感想，觉得说我们在军中服役或是在学校能够有这个机会，大家又聚在一起的机会，真的是非常难得。这个比赛坦白讲不是来输赢的，是要来交朋友的，让大家的感情能够再更深厚一点，然后透过这个垒球的比赛，让我们的心更团结，然后聚在一起。谢谢。